炒股票。 我作为一个过来人，非常清楚，既要忍受股票调整之煎熬，又要担心大盘下跌之痛苦，可以说是腹背受敌。加之我们在消息与资金方面的劣势，常常被主力收割。前三天我讲了未来十年我们的选股方向，帮大家解决了第一个难题。今天我再重点帮大家解决第二个难题，那就是大盘的问题，让大家再吃一个定心丸，不畏物意，不惧涨跌。 心若止水，古海任逍遥。手握这两张王牌，大家将所向披靡。大家好，我是追逐客，欢迎在假日期间来收看我的视频讲课。那我们今天讲第四集太极战法。 独家解密：大盘为何数年不涨？那么，为了这节课，我也是精心准备了很久，希望大家认真的听。如果觉得对大家有帮助呢，希望多点赞、多转发。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是上证指数的季线图。那么这个图形呢，非常的清楚。大盘现在什么？它是一直处于上升通道中的，对不对？有很多人唱空大盘，说什么熊市，然后呢？ 经济好了，大盘又不涨，那么大盘呢？从这张图形上，我们就可以清晰的看到，大盘这么多年，它一直都是处于震荡上升之中的。 虽然说中间经历了两波牛熊的转换和大幅的震荡，那么它的一个趋势还是依然向上的不变啊，这个毋庸置疑。我们再看下一张图，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上证指数在零七年之前的这一波拉升的一个月线图。我我们从图中可以看到，这个方框之内就是大盘前期的一个筑底，对不对？然后进行了突破，对吧？突破之后呢，那么下方的一个。 平台就成为它的底部区域了，基本上属于吸筹区，对吧？那么大盘再过高，再往下调整，它基本上都是在底部区域的上方做盘整的。所以说呢，大盘它就是这样一个一路创新高，然后呢再不跌破底部的情况下再创新高的一个过程。那么零六年、零七年这波大牛市，熟悉的老股民应该知道啊，在零五年的四月底，也就是现在大家。 看到的我画方框的和打过字的这个区域，在零五年四月底进行了什么国家的一个政策，叫做股权分置改革。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大盘呢就开始企稳了。然后呢，从一千多点，然后呢一路涨到了六千多啊，大概也就是花了一两年的时间吧。所以说。 这一波的牛市，它是有政策驱动的，对不对啊？这是在政策方面的一个影响。那我们再看技术方面，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图，跟大家说过，高点与高点之间的连接，对不对？它会形成一条下降的趋势线，对吧？那么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后，横盘了几个月，然后呢，它开始往上突破了，没有再破底了，对不对？没有再往下走了吧？破底了之后，往上走过前高，对不对？ 这是我跟大家一直说过的技术战法吧，先突破下降趋势线，然后呢攻过它的第一个高位，对不对？那么它的反转局势就已经形成了。那我们现在还不看它前面的支撑位，对不对？正好是在支撑线之上的，对吧？这就是形态之中它的一些细节啊，大家要学会去观察。所以说，在这张图形中，它就满足了技术的一个上涨要领，再加上这个什么？ 政策的配合，对吧？那就造就了这一波大牛市，这是两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我们来看下方的量，相对于前面的量，对吧？那几乎是天量了啊，至少是五倍以上的量在放量上涨，所以说呢，就造就了这一波从一千点左右。 涨了六倍的一个指数空间，所以说这是一个疯牛的行情啊，走得非常的凌厉和快速。这是零六年、零七年的这波牛市。那我们呢，再往下看一下，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图形，就是在零六年、零七年牛市之后，一五年走的这一波行情啊。那么它跟之前的一些上涨的要领呢，大同小异。我们来。 重点解析一下啊，在这个地方我画了一个框框，是在二零一四年的四月。那么国家呢也是通过了沪港通试点的这个政策，然后呢也是在底部的区域，对不对？ 然后再往后看，二零一四年的十一月，也就是时隔半年之后呢，沪港通是正式开通了。然后这一波放量的上涨，就造就了一波从两千多点涨到了五幺七八点。这个老股民大家应该都知道，在这个地方呢，重点要讲什么呢？重点是在这个地方它的量，我们让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地方的量已经盖过了当时零六年、零七年的时候这个的量，对吧？刚刚我们再看前面。 图形的时候，其实零六年、零七年这一波牛市的量，相比于它之前的话，放量还是很大的。但是，相较于一五年这一波牛市行情的话，那么它其实还是小儿科的。那么，我记得当时在一五年、一四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沪港通开通了之后，大量的资金涌入，那么半小时上证这边就成交了万亿了啊，这是我的印象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券商领涨两市。 啊，属于爆量式的上涨，然后呢，成交量在一万亿以上之后，它就跳不动了。 啊，就固定在那个地方了。所以说那个时候的券商板块疯涨，那么这个牛市呢，它跟之前的话大同小异，既有政策的一个配合，还有量能的一个推动，再就是什么呢？再就是技术图形中形态的突破。我照样画这样一根线，对吧？高点、高点、高点之间的连接突破之后，对不对？盖过它的前一个高点，那么反转局势就开始了。 然后这边基本上都是底部了啊，往前画基本上都是底部啊，所以说这一波五幺七八的牛市，基本上就是跟零六年、零七年那一波的牛市，它基本上呢。 是相同的。那么讲到这两波牛市之后呢，给大家来做一个小结。零七年和一五年这两波结构性的一个牛市啊，它构成的条件是：第一，有政策支持，对吧？刚刚前面也讲到了，零五年四月份底，然后呢，股权分置改革，对吧？然后呢，一四年，然后有了。 沪港通的一个开通，这是第一个政策扶持；第二个形态中的一个突破。刚刚前面我也画线了，对吧？突破下降压力线，然后呢再破前面的高点，扭转。 整个局势，第三个就是量能，一五年的量能已经超过了零七年那波牛市的一个量能了啊。那么所以说这两波牛市，它基本上都是由这三个条件来组成的。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进行一些反思了，要大家想几个问题。第一个，指数它是属于放量上涨的、急速拉升的，对不对？这样好吗？其实不太好，它就造成了指数的严重透支。那我们都知道，在零三年到一零年这几年期间。 中国的 GDP 是以每年百分之十甚至以上的速度增长的，对不对？它真的健康吗？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十年、二十年以前我们吃的食品，对吧？我们呼吸的空气，还有我们周围那些三高的企业。 什么叫三高企业呢？高污染、高排放、高耗能的企业，对不对？把中国的经济拉升的速度很快，然后体现在股市上就是什么呢？放量上涨、急速拉升，对吧？它这个是非常规的现象，大家一定要记清楚。所以说，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因为我呢是玩太极的啊，太极呢一般是道家的一个思想，是道法自然，物极必反。什么叫自然？ 自然就是顺其自然，不人为操控，对吧？你要是人为操控的话呢，它就会往相反的方向发展。那么我们看到零六年、零七年牛市之后疯涨之后，紧接着就是一一波快速的下跌，跟一五年的牛市是一样的。所以说，因为你是反自然的操作，真正的上涨它不可能是这样急速的拉升的。比方说一头猪，它一年才长两百斤，对吧？那么你为了让它快速的长大、快速的获利，然后呢打激素。 然后呢，三个月就涨两百斤的，你觉得这样正常吗？啊，这样不正常。所以说，任何的一个反自然的现象，它都会啊，它都会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这就是我们两波牛市走出来之后，它就会朝相反的一个方向发展。 所以说进行了一个暴跌啊，大家要思考这些问题，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放量上涨，涨得快，也涨得很高，但是呢，走不远啊。这个我在之前的一个讲课中也经常的讲过，放量上涨是没有问题的，对吧？我们可以去追，涨得也很快，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注意风险，因为为什么？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放量上涨的背后，它就是放量下跌。 啊，它这个是相辅相成的，所以说我们在追这些放量上涨的股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做最后一个接棒的人。那么。 你就站在山顶上了啊，这是我要讲的第三点啊，希望大家去思考。第四点，在股市中，一般速涨的、加速上涨的，它其实达到了它预期相反的效果。你涨得越快，其实你要达到的一个效果呢，它比原来的预期值是要迟很多的。比方说，大盘零六年、零七年从一千多点涨到六千多点，对不对？你涨得是很快，但是现在呢？ 对吧？十几年过去了，现在还在三千多点，对吧？所以说，很多的股票大家可以去观察，很多的股票缓行抑制，也就是说它不放量。 几乎是上涨了不放量，然后呢一路创新高，这样的股票多不多？很多，大家可以去想想医药里面的恒瑞，白酒里面的茅台啊，大家可以去看看，这样的股票一路创新高，涨了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了，但是呢它一直是不放量的，但是呢它涨的是很缓慢啊，一年可能也就涨百分之三四十、四五十，对不对？它不会一年涨几倍吧？大家可以去观察啊，所以说在股市里面它就有这样的一个道理在里面啊，大家要去领悟。 这是我要讲的第四点。那么接下来一点，让大家来思考一下：如果一五年大盘没有那波爆量的上涨会怎么样？那么结局和发展就完全不一样了啊！我们来看下面一张图。这张图呢，我已经把一五年这一波暴涨的啊和下面放的量啊，已经把它抹掉了，是吧？ 那么我们整体来看一下上证指数这张周线图。如果说一五年这一波它没有出现放量暴涨的话，那么现在大盘呢，我跟大家准确的说，肯定在这条线以上了。这条线是四千点以上，就是因为中间隔了这一座山，然后呢，大盘这几年一直在横盘。如果没有这一座山，而只有这一个高点的话，那么大盘现在早就到四千点了。因为为什么？因为我跟大家讲过这个压力线，对不对？因为一个股票。 下跌回杀之后，再一路震荡的话，那么这个高点就是它六幺二四下杀以来唯一的高点了。 就是唯一的压力位了，对不对？大家应该听过我前面的课的话，应该非常的清楚什么叫压力位。那么如果说没有五幺七八这一波，那么从六幺二四下跌反弹至三千四百多点的时候，那么就是后期指数要上涨的时候，它所面临的唯一压力位。因为只要过三千四，它就能挑战六幺二四了，对吧？那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一波五幺七八的上涨，大盘早就应该到了四千点，甚至四千点以上的一个点位。那么这个点。 三千四百点的一个压力早就被突破了，然后四千点上方它只有这一个压力位了，对吧？那也就是说，只要攻过四千点往上走，那么六幺二四啊将会很快就被攻破啊，也是它唯一的压力。 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要去辩证的去看问题。然后我们接下来讲，刚刚讲了大盘的两波牛市它的一些变化和发展。那我们来看一下最近大盘这几年，也就是说从一五年开始啊，到现在七八年的一个行情，它是怎么样走的呢？那么大家现在看到的图就是从一五年五幺七八到现在一个月线图。那么看过我视频的朋友之前呢，应该非常的清楚我是怎样用一。 一根线解大盘的，大家还记得吗？我当时只在这个地方画了一条线，我就跟大家说，大盘为什么这么多年涨不动，就是因为从一五年跌下来之后，到一六年年初，也就是二零一六年的一月进行了熔断，那么这一个熔断的月阴线跌幅大概是百分之二十多啊，所以说大盘自从一六年之后，一直到现在啊六七年多的时间，在这个里面。 长期的横盘，大家有注意观察吗？ 基本上都是以这根月阴线的实体做区间震荡的，大家发现了没有？然后这个地方大家还要观察一点是什么呢？月阴线的上方的点位压力是三五三八点，那么在这个部位，大家看是不是有攻过，对吧？这个地方应该是二零二零年和二零二一年大概在高位盘整了一年半的时间啊，这是其次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看下方的量，相较于前面攻的时候啊，大家去看下面的量。 是不是放了很多？这就是我跟大家一直有讲到的什么呢？上涨放量碰到压力区干什么？压回来嘛，是不是？ 这就是我跟大家一直讲到的，就是这个，对吧？既然这个点位的压力这么大，横盘了这么久都没有攻过去，对不对？在这个地方横盘又爆量，还是没有攻过去，现在往下压，那么大盘近期这个月冲击到三千四百点，觉得一次性能过吗？对不对？这上方这么大的压力，盘整了大概一年半，而且是放量的，大家说压力大不大？所以说它是不可能一次性攻过去的，对吧？所以说碰到三千四的时候要减仓，当然后期还会攻三千四，对吧？那么所以说。 说，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要注意它的一些操作和一些。 仓位的一些变化啊，这个地方它可能会有一些反复啊，因为这条长的月阴线已经压制了大盘很久了啊。那也只有什么时候我们把这条箱体上方的这个压力线，也就是说这根实体阴线的顶部给它攻过去了之后，大盘才会转强啊。跟大家说啊，只有把它攻过去，你才能解决它上方的这个高点，也就是五幺七八啊。如果说你这个点都攻不过去，甚至站不上啊，那么大盘会一直在。 这个阴线实体之内做弱势的震荡盘整会很磨人啊！现在已经磨了七年了啊，大家也应该非常清楚，对不对？那么说，基本上已跟大盘讲了两波牛市，然后还有最近的一些。 近几年的一些走势啊，它到底为什么不涨？那么讲完这些呢，我再来看一下整体的一个局势，好吧？现在大家看到的一个图就是上证的一个月线图啊，整体的啊，大家应该知道怎样画一条下降趋势线，对不对？六幺二四连接五幺七八，然后形成的一条下降趋势线，对吧？那么这下方的上升趋势线也是低点与低点之间的连接，对不对？它就构成了这个上升趋势线。那么在下降趋势线。 和上升趋势线中间呢，就正好是我们。 上证指数的箱体震荡部分，大家看到了没有啊？非常的明显啊。那么，所以说现在大盘处于什么阶段呢？它属于三角形的一个整理的形态的末端，对不对？对吧？这是一个大的方向啊，这是一个大的方向。那么中间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刚刚前面一张图呢，也跟大家说过了，因为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熔断的行的月阴线，一直压制着指数的上涨。 对吧？那么，如果大盘要走出弱势的格局。 跟大家说过了，首先它要突破这根月阴线的箱体上端，也就是三五三八点，一定要先站上，然后还要突破这条下降趋势线，对不对啊？这个图上，呃，应该看得非常清楚啊。首先要突破这条黄色的直线，然后再突破这条黄色的斜线啊，一个是压力线，一个是下降趋势线，它只有把它突破过去，那么大盘才会真正的走牛啊。这个图上看得非常清楚。那么现在处于什么阶段呢？现在应该。 它是处于三角形的收敛形态，和即将要突破上方这根压力线的一个末端了啊！当然，今年肯定是突破不了的啊，那就看明年了，好吧？明年的任务，第一要站上这条直的压力线，第二要突破这条斜的趋势线啊，这就是明年的任务。那么，我希望是今年能够站上三千四，然后呢，明年。 站上这个箱体的上方这条压力线，然后呢再伺机突破这条下降趋势线，那么大盘就开始走牛了啊！所以说呢，总的情况呢，从技术分析来看，大盘现在就是这个情况。那我们来做一下一个结论，对大盘的看法和判断：第一趋势。 现在是多头向上的，毋庸置疑，对不对？然后呢，再看趋势之后的结构，什么结构呢？它属于大三角形整理的形态。刚刚也跟大家说过了啊，一条下降趋势线，一条上升趋势线啊，它就在这个中间做震荡，然后呢，伺机准备突破，但是呢，还需要时间啊，这是要说的第二点。第三点啊，讲完趋势结构，那它现在的位置是什么呢？受熔断的长阴线压制。刚刚前面讲过了啊，它现在的小阶段是处于此。 指阴线的二一位之上，啊，大家有空可以去观察一下。现在三千多点呢，应该是处于那个熔断的那根长阴线的二一位以上的位置啊，属于强势的箱体震荡之中。那么它大的阶段是什么呢？刚刚前面也跟大家说过了。 它属于三角形整理的末端啊，大家可以往前面看一下图啊。那么第四后面的发展突破并站上熔断三五三八点之后呢，会走强啊，然后呢再攻五幺七八，再攻六幺二四啊，大盘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节奏。所以说我一般分析行情和分析一张图，基本上都是先看它的整理趋势，再看它具体的结构。 结构中具体的位置基本上是从大到小，然后呢，最后看它这样的形态后面将如何的发展，那么中间可能会有变化。 当然呢，整体的发展方向是不会变的，所以说这就叫什么呢？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所以说，任何的图形也好，对待事物的发展也好，对一件事情的判断也好，包括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了解也好，你不了解他的历史，你肯定是不了解现在的。这就叫什么呢？啊，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啊。从大方向看，才能看得远啊。再注意脚下。 才能走得稳啊，这就是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最后再讲一下啊，前三天我跟大家讲的视频内容，为什么要结合今天的大盘啊？那么这个视频呢，不是我今天录的啊，我在放假之前几天就已经录好上传了啊。银行、保险、建筑这三大权重类的板块。 大家听清楚了啊，一定是大盘走牛前和走牛之后必涨的板块啊。前三天我为什么重点跟大家讲这三个板块啊，是有道理的啊，不是随便讲的。然后呢，大家可以细心去观察这三个板块的图形，包括里面的股票啊，有很多已经开始走强，甚至是啊，已经走上很强的。 上升通道了啊，比大盘应该说是先上涨，好吧？大家要在里面呢去找一些好的标的，然后呢可以重点的重仓的去布局啊，基本上方向都是向上的，只是你赚多赚少的问题和赚得快和赚得慢的问题，好吧？只有这两点区别。那么今天呢，利用假日期间就对大家讲这么多啊，包括这前三天和今天。 既讲了板块，又讲了指数啊，希望大家能够吃个定心丸，对后面的行情呢要有信心。如果本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希望多点赞、收藏和转发。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